云顶彩云阁上个星期召开会员大会，控诉管理层疏于管理导致公寓形同废墟。虽然成功委任了新领导层，但是公寓沦为外劳村已经是无法扭转的事实。新任主席高荣济今天在记者会上说，旧管理层每个月都有征收管理费，但是却没有改善公寓的环境，更怀疑前管理层是幽灵房东，专门租借宿舍给外劳。This place is not good and is haunted, as what the news say is haunted this and that. Why there is the ex-MC owner of many units?彩云阁早前爆出了前管理层将停车场隔出宿舍租借给外劳，每个月征收200令吉。高荣济说，他已经向文东市议会主席拿督沙西求助，获得对方答应派员前来清理垃圾，解决卫生问题。据了解，新管理层今天也邀请了前任主席出席记者会，但是对方缺席。他促请前主席尽快的移交管理权和经手的账目，否则将透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。ITV7 综合报道。